我是小龙，惠小龙。这个星期的八八六十是非常的精彩，因为呢会有三位非常熟悉的面孔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天，有的就是尤瑞亚、徐可爱、飞道尔，还有李佩玲，分享这一档呢最好的我们音乐节目啦。还有呢，星星歪呢有话要说，也会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记得留守八八六十是，拜拜。